从下礼拜开始，有多达5款的居家快筛试剂将会全面上市，不止这种药局有办法找到，甚至在一般的便利商店里面也能找到，自己在家里面就能进行居家筛检。食药署核准5款居家快筛试剂将会于下周在各大通路上市，包含药局、药妆店、医疗器材行，还有便利商店同步上架，走下楼就能买到。但在家里要怎么筛，就怕民众不撒撒。请详读说明书。像这款核酸检测居家快筛，得先把仪器装上电池，放入样品瓶，使用鼻拭子擦拭鼻孔左右各5圈，接着再把鼻拭子放进样品瓶转动约15次，最后再把帽盖盖下，就会开始检测，等待30分钟就有结果。等待30分钟后可得到结果。这回要上架的5款居家快筛试剂全都是针对鼻腔采检，属于抗原快筛，有1款是国产福尔微创，另外2款进口则是罗氏和英斯特，价格落在300到500元之间。核酸快筛卢西拉、莱西乐其实是同品牌，价格落在1800到2000元，多了好几倍，但准确度也会更高。至于国产这款准确度超过核酸，专家说可能是试验的基准不同。如果他当初没有做卫教的时候，这整个没有跟他说清楚的时候，那你检查阳性又跑到药局来，那其实对于说的这个接触的民众更多，所以我们是呼吁说第二阶段哦，等于说民众他在这个流程都很熟悉之后，再来考虑是否可以开放我们便利商店来购买。以往专业洗快筛得深入鼻孔4到5公分，很多人被戳到流眼泪直呼好痛，一般的居家快筛只要2公分，简单不少。也提醒民众，若测出阳性得立即将检体密封到社区采检站复验，若是阴性试剂也得用塑胶袋包好，以一般垃圾处理，不要随意丢弃。 TVBS 新闻张敏如，欢迎 Table 的，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